更大。各位拿到这个咒绳的时候，对一下啊，红色的代表包在外面，西方阿弥陀佛。然后呢，黄色、绿色、蓝色、白色，啊，最好这几天呢、啊，你天天对着对一下，然后这个颜色你都记起来了啊。然后呢，代表什么意义？多去思维。那我现在来回答问题，好不好啊？第一个问题，他说家里的老人长辈退休了，没有收入，偶尔会去赌博，把赢来的钱拿来做善事，这样好吗？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他说赢钱要做善事，他的动机也还不错啊，但是输钱是应该的，因为用这种动机也没有那个，但是至少他不是非常贪啊。当然怎么办？希望他不要赌博，各位要学习来念佛、念法、念僧，融入对方的心，永远记住这个。譬如说，老人喜欢赌博，那你念大悲咒，然后念大悲咒的力量转化他的心，不要跟对方吵架啊，不要骂对方。但是有一种，我发觉有些人错了，你念大悲咒，如果没有存大悲咒的心，那这个力量就不强。记住这句话啊。比如说，你希望你的爸爸将来往生极乐世界，或是已经往生的去极乐世界，你心里面却没有发愿真的要去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的力量就没办法透过你的心帮助对方。所以佛法永远永远，念一下来，嗡啊哄，这嗡就代表诸佛菩萨的加持力进入你的平等心，然后呢哄去帮助对方，好不好啊？啊，这个哄，哇，你可以从胸部、从腹部、从八万毛细孔哄，然后整个法界都充满了佛菩萨透过你的信心、悲心而帮助对方，所以这永远要记住啊！所以，当对方很喜欢赌博，如果你很烦恼，那不行。刚刚讲要有平等心、无为心、观空心、尊敬心啊，甚至无上菩提心。透过你而给对方。那请问你经常为众生这样念，你自己得到的多不多啊？当然多了啊，因为为了对方越多，你的心就越平静。所以所有的佛法必须透过我们的佛性而展现给对方。所以再念一次，嗡啊哄啊，南无阿弥陀佛，先进入你的心，净土先在你的心，然后再祈愿对方得到加持。永远如此，所以你咒念得越多遍，佛号念得越多遍，经典念得越多遍，你加持得越多。但是永远要记住，来，法入心，光照众生啊，法入心呢，产生这个光，利益众生，自己要得到利益，自己没有得到利益就没办法。所以话又讲回来，你爸爸的打麻将帮你有没有帮你修行啊？哎，那就是在帮你修行啊！啊，对方越给你烦恼啊，你修行的越多次，啊，利益越多。但是不要因为对方而起烦恼，好不好？这最重要了。有没有给各位一包黄金？黄金呢、欸？黄金呢、啊？念一下，慈悲就是黄金。哎，你不要回去煮一碗稀饭吃呢，就这些米拿去喂鸟啊。施食恶鬼道啊，好不好啊？撒在水里面啊，它就变黄金，因为慈悲。特别今天我们念了，我看今天有1500个人以上，1500增上，不是1500倍啊。什么叫增上？2、4、8、16，你回去慢慢算啊。的增上的大悲咒，还有五方佛的加持，好不好啊？这些米啊，令他们来接触得解脱，吃即解脱。啊，所以我以前认识那个天感仁波切，他最厉害了。每次拿到加持，先吃一个。我也学他吃，不怎么好吃。他咬咬咬，他说这个加持啊，这个加持过的啊。所以各位永远让他饱饱的，好不好啊？撒完了再给他弄满，到处去撒甘露。
其他的是很多都要回向啊，来法会功德，回向无加心，所有被杀者、误杀者及其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嗡阿吽，嗡吽藏瑟啊，嗡嘛呢叭咪吽，亡灵皆得度。那我们就跟他结善缘了，啊，所以各位报纸上看到了，前天我看到一个很不好的新闻，有一个小朋友每天下课回家，天天玩手机，他妈妈实在没办法了，有一天呢，就趁他去洗澡的时候，把他手机藏起来，结果藏出来以后，他小孩知道妈妈把他藏起来，就跟妈妈我手机呢，他妈妈不给他，你知道小孩子又怎么样？跳楼自杀，啊，这个时候妈妈都完蛋了，然后爸爸一回来没办法，哭得死去活来，所以这个也是很痛苦的因缘啊。人往往在冲动的时候做出自己很后悔的，我不知道他名字，我给他取名了，来妙友，向父母忏悔，皈依阿弥陀佛，同生净土。对于自杀者，首先你一定要带着他忏悔。不然他超度不了，所以但是他有这种自杀的业因，妈妈只是一个助缘而已啊，那种冲动，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讲不好的话，可惜啦啊。那一天我去学校演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校长跟我说，那一天下午我演讲，校长早上说有一个同学来哭啊，为什么？因为他妈妈精神忧郁症，然后经常骂他骂他，他就跟他妈妈说，你早一点死好了，哎呀你不要烦我，你早一点死。那一天上午他妈妈就这样跳楼自杀，结果那个小朋友到学校来，他整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来求校长帮助他、因为所以各位讲话要小心，一个人在他意志很薄弱，你的一句话就可以策动他，所以佛教告诉我们，来多赞叹别人，多鼓励别人，不讲消极的话，好不好啊？像我现在比较聪明的，以前都我自己讲，现在交给别人讲，我讲好话就好，我不敢自己说了啊。所以当然最好不要有不好的话，但是呢，来法会功德，回向癌症末期者谢永伟及所有癌症病苦者及造成癌症各种业力冤亲债主，同享功德，嗡吽藏瑟啊。好，我再带各位练习一次，就是说每天都这样慈悲啊，每天这个社会发生很多痛苦的事情，你可以修修大悲咒，修修度母仪轨，念念心经，念念地藏经，我们基金会还有念地藏经了，棒不棒？最强的经地藏经啊，最有加持的地藏经，所以各位地藏经让我们深信因果啊，更了解孝顺的重要，所以各位呢，一个人往生了念三遍地藏经，有信心保证超度，保证超度啊。特别你来参加共修，共修的力量大不大？更大啊，这样让我们累积更大的力量来回向给众生，念地藏经，点灯，做一点小烟供，对不对啊？刚刚我就请他们法师到楼上做小烟供，明天做大烟供啊！所以明天各位来参加法会，带一点素食的食物来，好不好啊？越多越好，不是要全部烧掉，我们就拿一半送给穷人，好不好啊？啊，或者送给动物吃啊，对不对？跟六道众生结缘啊，特别你买越贵的越好吃的，所有人都喜欢吃啊，功德越大。再来法会功德，我向曹家生所有强迫症者，所有精神病患者及其冤亲债主，动物亡灵同享功德，嗡啊吽。所以各位每个人过去世都有造了一些业因，所以碰到问题
就跪下来忏悔，好不好啊？你只要忏悔，刚刚这样，我们要洒净之前，先给他们忏悔啊。那这些冤亲债主还没有超度的祖先、堕胎胎儿，有没有得到净化、啊？也得到了超度啊！如果你有信心呢、啊，所以我想各位没有问题。我们现在懂佛法了，忏悔就好了啊！只要我们愿意真心忏悔，那过去无论如何都可以超度他，特别念大悲咒啊，念各种的加持啊，超度他。但是也希望各位广为宣传，好不好啊？每个人发生什么问题，一定有他的因缘，因缘啊。重点是你不能跟他，你不能抱怨啊。碰到任何问题，今天别人对你好，是因为你对他好；今天别人对你不好，是因为你对他不好。这很简单的道理。你好好的跟他忏悔。所以特别我出家以后碰到很多疑难杂症，我很喜欢去了解这个因缘果报，这样让我深信因果啊。然后当然我们也要发菩提心替对方忏悔。再来，他说他家里的太太没有工作，在家里修行，用的是先生的钱去行善布施，也是用他的钱，来世会需要反过来养对方吗？需不需要？如果你用对方的钱去布施，有回向给对方，你就不欠他啊。所以我想个人有个人的因缘。再来，请问假如一对夫妻经常吵架甚至打架，打了好几年，后来彼此改过自新，不再打对方了，被打的一方也原谅了对方，这样的话下辈子还需要来还这笔债吗？老实说，活着就有机会啊，只要你活着好好跟对方忏悔啊，弥补就没问题。像我要出家前跟我太太跪好多次啊，我跟你忏悔啊，我跟你谈恋爱啊，对不对啊？那是跟他忏悔，不然我下辈子还要再陪他呢啊。所以我要生生世世出家了。所以我现在是被讨债，我现在天天被讨债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认真才会这样。为什么？现在还他五分钟债，下辈子就不用陪他一辈子，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宁可被他要一要、骂一骂、讨一讨，修忍辱，还要回向给他，感谢他。所以我经常哪里痛哪里痛，但是我觉得痛都不会太久，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方法了。我一哪里痛，我就跟他忏悔，就好好的跟他忏悔啊。但是我想我讲这个，各位也不要觉得说迷信，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啦。我去医院回来，有时候会有病人的味道，我又没吃药，然后就一定跟着病人，然后就帮他做功德啊，这个药供啊，更重要，来讲讲好话啊。各位一定要记住啊，这些众生他需要你安慰他，安慰他啊，对他很好啊。但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因缘吧，但是这个因缘让我们懂得忏悔很好，让我们更相信因果。所以我想任何问题你都不要认为说这一定是什么，这个世间凡事都有它的因缘，有业力，有鬼神，那业力忏悔，鬼神超度，看看医生就好了，对不对？甚至不用看医生也可以超越啊。再来，法会功德，我向王月英，因为他心脏病、肾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该有的都有了啊，回向他身上的冤亲债主慈月，回向他的动物灵平慈，回向他的堕胎胎儿吉英。但是我跟各位说，很认真向对方忏悔，再重的业一天两天就超度了啊，就看你认不认真，你有没有那种逼迫。为什么？对方很苦，你要记住这句话啊。对方如果没有很痛苦，他不会让你一点点痛苦，所以你感受到他一点点痛苦是对方想是百千万倍的痛苦。所以你千万不要慢慢超度，
哦，我这三天，哦，我为他念念地藏经。如果不念地藏经，我为他念地藏菩萨，替他点灯，替他放生，替他布施米。所以我写牌位，我都有带着米，牌位写好就撒七颗米。我还有甘露水，然后如果有窗户，帮他点个烟供香。然后如果很严重，我跟他磕头忏悔，啊，然后呢，也让他像今天法会殊不殊胜啊？你要把这个功德来同享法会功德。但是从头到尾，这里面有一个，就是爱对方、恭敬对方，而不是排斥对方、感动对方，这是一个心态。以这个世俗的心态感动他，再来你对他的忏悔跟功德，他就可以接受。他一接受了，你讲佛法无边，佛力无边，念个阿弥陀佛，他要不要去极乐世界啊？一定会去的啊！特别各位，如果你为他念一遍阿弥陀经，让他描述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的庄严，带他信愿往生净土，他很难得不去超度的，啊，所以我想各位，这个不能拖，不能拖太久。方法，佛教讲的是效率方法。来，法会功德，我向陈建生，所有癌症病患者，造成癌症冤亲债主。动物灵，嗡啊吽，那肠癌大部分都吃动物多。再来就是对事情不能消化，很多事情你不能接受，不能消化，就很容易得胃肠癌。很多事情你不能消化，又抱怨肺癌。有些事情你不能消化，还骂人苛责对方，心脏病啊，同样都是那些事情。所以各位就你想接受一切。学佛讲空性啊，就是不抱怨，接受一切。智慧，什么叫智慧？念一下，心如虚空，接受一切，包容一切，心如大地，忍受一切。啊，因为自己得到的都自己做来的，你心里平静，平静而来忏悔念佛，就很有力量。千万不要抱怨，对立。不接受，那念的佛号就不够力，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有些一直怀恨，某一点怀恨，不甘愿，他的病就越来越严重，而且会拖得很久。所以我想，学佛教叫我们无我啊、空性啊、安忍啊，这样就可以消除自己很多，而且可以帮助对方。像我现在在练习什么，就是说练习。这个人不会修，但是我来替他忏悔，我来替他，我在练习这个。但是要练习这个，一定要让他的冤亲债主感受到我对他的爱。所以有时候我故意的，我就去问那个善知识，这个人的冤亲债主跟我什么关系？一问都有关系，没有关系，不可能没关系的。我就套这个关系跟他，啊，让对方觉得他跟我有缘，然后我来。做中间者来帮助，这样来跟他解散。因为对方他不懂得超度，他也不会，但是而且要做到你想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同一个飞机，同一个车上，你就尽力的替对方回向。但是重点是你要保持一个空性平等的，刚刚讲的大慈悲心的十种心。如果家里的家属自杀，房子要如何超度？来，法会功德，我向陈英豪。我很喜欢念缅甸佛教有一个来孤伟达菩萨，因为这位孤伟达他有发愿，任何有自杀的地方，那这位孤伟达翻成中文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引领他到一个好的地方，啊，就脱离现场。然后呢，我们再来为他念阿弥陀佛超度，这样啊。那当然，自杀经常念来南无不动如来啊。除了念南无不动佛，你帮他要跟他说法，要跟他说法。自杀有自杀的一个心态，但是你不要苛责他，你要安慰他，安慰他啊，让他觉得你对他的重视，然后呢，感动，慢慢的就可以离苦来发挥功德。我向所有自杀者及其冤亲债主，嗡阿吽，
嗡啊吽，嗡啊吽。我再讲一次，嗡就是我们把诸佛菩萨，包括五方佛的力量放到你的心，然后哄的时候就给了对方，啊，再念一次，嗡啊吽，啊，所以我们的心更得到很多的价值，啊，再来法会功德，我向邱玉莹。因为他做了三次脑癌手术，结果现在又长出来，又有忧郁症。我想脑癌就是用脑的问题，你用脑的方向正确就不会有脑癌，你用脑的方向错误，处心积虑啊，或是去设计什么，或是去强迫什么，抱怨什么，就很容易。当然也包含了过去有伤害到众生脑的因，所以有脑癌患者最好的方法是救那些要被破脑的猴子啊，被打头的动物，先这样救。那再来，你自己保持一个好的念头，好的念头。如果做不到，自己多念佛啊，多观想佛，转变自己的脑筋的思维方向，就是好的念头。好的念头就不会有坏的细胞。再来，法会功德。他说他的爸爸跟他弟弟一起往生了，但是他们是基督教，而我女儿要念什么经？超度不分宗教，超度是希望对方脱离痛苦升天，愿升天就升天，愿往生净土就往生净土。所以你用你的，我认为念地藏经，乃至你念玫瑰经，乃至你念基督教的圣经，你只要用一个好的动机，对他们都有帮助啊，当然我们念佛经是为了达到就近解脱，但是如果神明的经典，他至少有神的加持带他升天啊。所以来法会功德，我向此父亲及弟弟啊，南无五方如来慈悲超度。再来，如何在工作的时候如法的受持八关斋戒，特别是做销售服务、管理阶层、管理员工的时候，这是没有差别。因为平常我们管理员工是用一种苛责啊，希望他啊达到业绩啊。但是今天你守八关斋戒呢，是用一个悲心安慰他、鼓励他，这个叫修行啊。所以工作的时候，以前是为了赚钱，今天工作的时候是为了服务，你就改变了一个清净心啊。再把工作变成一种服务，你会发觉，哎呦，守八关这一戒那一天赚大钱哎，啊，因为你动机改变了，这是我的体验，我真的是这样体验啊，我所以我很喜欢带着公司人守八关斋戒，不出门都发财，啊，因为八关斋戒的功德。好，他说他有牛皮癣，很久都不会好，皮肤病。最主要的业因是男女的性行为太频繁，邪淫的果报，这是皮肤病的果报。再加上你可能喜欢吃跟动物皮有关系的鱼啊、海鲜啊，他们要被扒壳啊、扒皮，所以当然首先你要多守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可以那一天断淫欲嘛，那这样来忏悔，然后放生。啊，你就开始不邪淫吧，念一下南无清净光如来啊。像我这个人就没办法，我有时候连上台讲课都会痒，现在比较少了。为什么？这里面有，假设过去是我跟人家邪淫的那个女生来参加法会，那看到我又在想那个事，我就痒了。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啊，但是重点是我有这个业，他有那个动机，就会造成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自己忏悔啊，多供水啊，对不对？南无清净光如来啊，但是欠人家就要还债啊，怎么办？替他供花、啊、供糖啊，对不对？替他布施。好，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究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除了乞丐，要得到现世的快乐，咱来布施啊！布施有种种的布施，今日办法会，真济菩萨来做义工，还是布施。拄啊，咱路边，大家车来看到真济经幡，顶头佛号咒语佛像，哇，大布施啊！甚至拄啊，各位布施甘露，好几代众生，包括几代求神、土地神。乃至鬼神拢得到甘露，就叫做布施。乃至咱今日布施钱、奉献、点灯啊，做演讲，要来做种种的功德，这拢用钱去买，这拢叫做布施。所以来，念者来，布施得大富，布施结善缘啊。所以呢，咱修行要有福报。做基础，进一步追求智慧，那么福慧呢圆满，咱就有法度成佛度众生。所以乞丐布施，那么这是修行的根本，也希望各位呢过年到啊，那么影响别人，尽量影响别人。影响亲戚朋友，了解这个道理。当然，了解道理，方式的方式，讲故事给因听。乃至最近，咱个做一个片啊，爱护生命的故事，拢做四肢动画啊，四个片。然后一个片子有十个故事，哦，小孩子很喜欢。各位你做阿嬷啊，送给恁孙看，乃至少年人嘛爱看啊，所以免了互因了解爱护生命、戒杀、奉行，所以这拢是布施。所以金钱布施真要紧，但是佛法的布施和了解道理更加要紧。进一步帮助众生无痛苦，叫做无畏布施。所以这是同好，那个进一步要追求解脱的人，布施却无执着，叫做三轮提空。乃至行菩萨道，各种布施的功德，拢回向众生，离苦得乐，共行佛道。所以，咱要得到快乐，多讲诶，第一，暂时的快乐，就叫做人天福报，一世人快乐，后世人嘛快乐。咱就爱念这边来，皈依三宝，亲信因果，乞丐布施啊，乞丐包括伫厝诶友好父母，一个人若无友好父母，啊无顾家庭，无尊重师长老人，即嘛毋是乞丐，所以乞丐都世间话叫做道德，至少要守道德。啊，进一步过年到啊，咱大家拢要快乐。但是各位呢，都帮助老人院啊、孤儿院啊、较善巧的人啊，这叫做布施。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如